啊，希望啊，学习经过这个学习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希望啊啊，蒙阿弥陀佛、十方诸佛如来啊来加持，啊，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了生死、出三界，而且能够一生成佛。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选择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用意。哦，这个是简单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报告，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态。哦，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就跟大家啊来说明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